会开是不是？妈妈教你，妈妈帮你开，宝贝啊，妈妈帮你开，这样子，打开啦，可以玩了。这是最近新买的太古书，就是可以给宝宝敲敲打打。哦，你放屁哈，好臭哦！你放屁，刚睡醒来就给妈妈打臭屁。你的屁好臭哦！天哪！到了，睡着的儿子，你还不知道等一下要打疫苗哈。打预防针前都要先量腋下温度，你有点高哦。回家啦！去买菜了，买菜。哇，是有11度哎，超甜。白色的茄子哎，好酷哦。あれ？これ食べたかったけど。じゃあ作ってあげる。今日？今日じゃない。343円。
今天晚上想在家自己做部队锅，然后还买了五花肉，开始做晚餐。它里面有好多料，有已经有火腿，然后还有香肠，还有一点泡菜跟葱。我买的是这个牌子。スープねえなこれ。韩国的包裹，写着韩文的箱子，连包装就很可爱。首先上面铺了一个超可爱的、超可爱的纸，这个我一定舍不得丢，太可爱了。惊喜包的概念，这什么啊？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！啊，但是它破掉了，你们看，这个我要赶快收起来，它怎么破掉了？哇，好韩国的味道哦。蜂蜜的洋芋片，这个也是蜂蜜的洋芋片，而且还两包哎。这个没有破，这是什么？天哪，这不会是我最喜欢的肉桂口味的饼干吧？感觉就是我超爱吃肉桂的。太有趣了，还有辛拉面，这个版本我没看过哎。什么嘞？这个应该是送给安安的礼物，太可爱了。还有可爱的，这是什么？我再来研究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装在衣服上的，等一下来给大家看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巧克力饼干。这似乎是面膜，因为我这个朋友美妆很厉害。吃吃看，它这个是奶茶慕斯，好香哦，这个很好吃。桃です。多分桃とカスタードのなんかムースみたいな感じ。でその上に本物の桃とゼリー。乗ってる感じ。まず黄色は何？黄色カスタードクリームだと思うこれ。黄色的地方是卡士达酱，粉红色的地方是水蜜桃慕斯。あ、桃の香りが入ってる。このもカスタードクリームには。で、これスポンジだこれ。スポンジ。美味しいよこれ。これ美味しかったわ。